临台湾桃园国际机场，提醒您以下为出境时应注意事项。如另外外籍旅客在贴有退税标志的单店消费满2000元及90天内出境，可以携带您的护照、统一发票、退税明细申请表及购买货品到退税服务柜台办理出境退税手续。为了方便退税，在第一航厦的一楼及第二航厦二楼设有自助退税机台，欢迎您多加利用。更多详情请参考中华民国海关网站。出境时携带现钞不得超过新台币10万元、人民币2万元、外币等值美金1万元。其他如黄金、贵重金属及珠宝等也有限额规定，需向海关诚实申报，否则将依法没入或处罚还。为方便旅客报到，第一、第二航厦出境报到大厅均设有自助报到机台，可快速办理登机手续及列印电子登机证。为维护飞行安全，旅客所携带之液体、胶状及喷雾类物品请放在大件行李中，并依航空公司规定办理托运。锂电池、行动电源禁止托运，需置于随身行李。非蓝焰打火机仅限1枚，且要随身携带。含铅酸电池产品除非经过认证，否则一律不准上机。托运之行李请确认已通过 X 光机的检查再离开报到柜台。容器容量不超过100ml之液体、胶状或喷雾类物品应装于不超过1公升，且可重复密封之透明塑胶夹链袋内，不符合前阶规定者应放置于托运行李内。旅客通过金属侦测门时，请将身上外套及金属物品取下，与随身行李一同置入检查。若有电子产品，亦请取出接受检查。通过安检后，备妥护照和登机证，提供移民署人员查验。外籍旅客入境完成指纹及脸部采集，于出境时可使用出境快速查验闸门通关。在台有户籍国人及具居留资格且有多次入出境许可证的外籍旅客，可申请自动通关，以加快通关速度。感谢您的配合，台湾桃园国际机场，祝您旅途愉快。